全国居民同胞们，各位好，我是鬼统元帅。我接下来是话，民国无双，卢沟晓月。好，我们现在就，因为我已经时间点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这是第一回合吧？没错吧？第零回合哦，好。那这回合我们要干嘛呢？好像打不到共产党哎。总之呢，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也不知道。哇，鲁迅的人数也太少了吧？看鲁迅做成这样，很想跟他们宣战了，来挑逗他们，来挑衅啊，该挑衅吧？人数少成这样子，我不打会憋不住的啦。来看我们部队能不能够跟他们拼啊？勉强该有的拼吧。德式步兵、黄埔步兵、黄埔步兵，然后法式炮兵。好久没实况啦，这个游戏很久没玩了，还打手动好了，算很久。哈，你个普通纪民也敢跟我德械式纪兵拼，自不量力，来。想要怎么打呢？哇，我以为长一冲锋的话就可以打扫多啊。好，这就冲韩复渠呗，在范竹线也冲一下吧。啊，快没兵了，好吧。不像是我们没多久就快打赢嘞。才第十一回合而已。好，哇，最好最后一只砸碎，忘记清除了，哈，好，打完了。现在鲁军没兵了，可以收复他们了，也爽爽的。超快速就把鲁迅终结了呢。好，收兵完成。那既然打完鲁迅的话，我们就来开始建设一下，多建设一点公路啊，这样要才方便我们投资。哇，连云港这么好投资啊！啊，不然连云港就再建造一个工厂好了。南京就有点难投资呢。那上海应该最简单的吧？哎，上海素质居然没有很高啊。那么我就把这政府机构拆除吧。我要建造公路啊，造桥铺路比较好建设没？好，建完了，一会儿赚638块。好，据八事变以来，东北军是自己的地盘，只能流亡在外。1924年秋，毛泽东率领农工红军抵达陕北，蒋中正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，东北军入陕剿共。陕西呈现东北军、西北军、共产党三股势力并存的状态，那都是挫败中东北军开始厌战，而且中共在瓦较保会议也改变了词，积极的对东北军游说和拉拢，然后三位一体的西北国防。
方政府，就是让你中国中央在想办法资助中共进行武则中央军的作战消息。哎，好难念啊，念起这样的。这才刚亮而已，外面怎么吵吵闹闹的？不对，这军队声音是未长呢？未做有军队记录此处啊，梁CP，这是我国土的中央，怎么会有军队攻击我？是叛变，东北军叛变，快逃啊！其他人中弹受伤，先主席少元冲被杀，多位卫士身亡，包括陈诚将军在内的这个蒋从窗外跳窗逃亡，背部受终身难医的重伤，但仍然被擒获。啊，三人吃饱穿，你带你弟兄吃饱穿暖哈，结果自己在上海那边嫖妓哈，还说，首先。就是答应吃饱穿暖在嫖妓的，哎，继续建造公路吧。这游戏最重要的设施就是公路了，多盖一点路的话，等一下就可以爽爽了。我们下回合再继续建设。好的，好吧，我们要找自然高一点的地方才能投资啊，因为投资很伤自然的。他有什么投资会伤自然呢、啊？就是不是那些富商很爱犯罪呢？好，结束这回合。哎，我们还有贵阳，来投资一下啊。那首先还是要怎样练兵？我们要准备抗战的练兵，就是我们不只要培育出四只德械师，我们要大概十只德械师吧。我们就一只、两只、三只了。但我们大概，我们就五只德械师，好吧。那继续多练点，把我们培育到德式骑兵好了。强化步进营满，好吧。这游戏里面的日军很可怕的啊，在上一期里面，我就跑去找日军挑战，结果被虐啊，超恐怖的。怎么着？继续加强练兵，炮兵当然要法国啦。其实我应该升的比较好的炮兵了吧？想这么多黄埔军要升到德线，强化大刀机枪，继续训练。怀秋门准备抗战的练兵计划啊？那边多，我们是不是要多组建一点步兵啊？好吧，多组建一支好了。那谁教谁呢？时间好，训练。地核没办法升级，月西也知道，月西看起来很弱，他们挑逗一下，挑衅他，他们回合再宣战吧。我们下回，50分嘞，现在时间3:50，因为我很忙，所以说我不可能拍太久啊，可能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拍到卢沟桥，朱培德挂了，我晕张还哭了。这个表情，都觉得有点好笑哎。好吧，看按错，我是挑衅他，我们要宣战呐、啊，宣战。哦，好，我们接，攻下韶关，来证明我们练兵是没错的。胜利！好，他们也快没兵了，大概随便派两只打一打就好了。啊，韶关很难打哎。
突然打下来啊！啊，自动作战，快速收编越，快速打下广东地区。好了，打完了。哎，就你只打开防御公司而已，再打一遍。好了，啊，他们还有海南岛，哎，怎么办啊？算了，跟法国结盟好了。与法国结盟，然后进攻海南岛。哈，超快，超简单的啦。啊，想要准备团结中国，准备抗战，所以说呢，看详细有什么情报。啊，他们没有目标。人生怎么可以没有目标呢？你们没有目标就准备收编吧。不然我看看进军有什么目标，我想收编他们。怎么没办法收编啊？对，他们传统价值啊。那稽查事务、稽查政务委员会，欸，那名字也太长了吧。资本主义跟国族主义，好吧，到时候我们自然会发展国族主义的。那先收编湘军嘛，虽然湘军我都是直接开战，但那还是不要收编好了，下回又再来编你。这回合呢，先让广州赚点钱，我们要一定要先凑足够的 GDP 才能跟日本开战。然后福州，为了我们这些地区的治安，我们要经济发展，我们要多建设一些公路。好了，就可以快速刷 GDP 了。啊，一会儿要赚1004块钱。想冲走张学良，想从南京去波兰，10万东北军群无首。并且发生严重升级冲突，东北军少壮派军长毛以哲等军官杀死了60军军长毛以哲等人，而高级将领展开报复，越来越双厮杀激烈。西北军长啊，缩编东北军的西北军完蛋。好，看来我们就得到西岸的控制权啊，得到控制权就要想办法建设他们，他们可以为我们多赚一点钱。好，再录一下投资，我们需要投资的。要让经济起来，经济起来就可以抗战了。现在抗战时经济根本没有起来啊，经济很重要，很重要，超重要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大概就是这样比较好强化你的部队啊。升级，等我们将工业发展好像也不足够哎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工业革命啊！我们要开始制造平原 2.5， 所以要多建很多工厂。加快速度发展工业，发展完成，再继续建造。绝对不能让咱们的工厂不足够，不然完全无法抗战。一定要多一点工厂。好，工厂有多一些了，能再引入一些投资，然后再去训练一下部队。金九就升装甲兵，然后大刀机枪、手枪跟子弹头。好的，我们练兵计划就快要完成了。
咱们发展刻不容缓，一定要准备备战，我们要应战而不求战。嗯，好，最佳胜负完成，不好了，然后要干嘛？好，已经三月了，看来再过不久呢，我们就可以开战备。回合，据报事变以来，日本不断进兵中，关于上海长乐和长城虽然也发生了军事冲突，据中国方统计当中，随之而来的条件前景，东北的、河北的全部部上市，然而日本持续无侵略。卢沟桥位于宛平县北平市15公里，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桥，是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还华北啊，好。日军也是认为有国民革，当时驻扎是国民革命军第37师219团的吉星文部队。吉星文回绝这一要求，反正总是互有死伤，然后派兵召集由道歉去计划北反日活动。啊，7月11日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江西庐山发表声明。我们第四圣手视线已经有6年之久了，接着顾长先进上，现在的冲突的已经到了北平卢沟桥过路口。小腿一手，好，今日的北平如果又变成昔日神安那基尔机场，他亦将成为昔日董事长北平洛河山那。北平若可成为山阳，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？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，但我们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历史上帝责任，所得一高腰，不得一死，我们不能不应战。要知道，全国要军就牺牲到底，无丝毫侥幸之名。如果战端，那就是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。你保持牺牲一心。27日，日军大举进攻平津，中日战争最后关头来临，中国的民族命运呢？那时候抗战讲啊，哇，全部结盟跟全部是宣战的，哇，好长啊！啊，这样抗战开始了，那我想。跟日本鬼子的决战，我们就下回合再见吧，应该下期再见吧，那我们就真的下期再见哦，民国无双，但是下礼拜才会出续集吧，哈，那各位就拜拜了。